简单干脆。我觉得靖哥是有决断力的人，决断的前提是有真的有判断力，判断力不准确的话就会变成武断，他真的知道谁 OK 谁不 OK， 哪一个更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靖哥醒了，因为在上一轮部落联盟的时候，靖哥还是处在一个好呀好呀好呀，我不想选了，随便，我也不想啊，随便随便随便，我们抛硬币吧，我觉得是。但是这一轮主动很多，已经自己有意识会帮我们控制很多东西。对，如果按我本来的性格，我是不太愿意当队长这个角色，但是既然当了来了，而且经过两轮，觉得可能人多了也会要需要一个人去组织一下，然后去做一些决定性的东西。我想问一下老师们的意见，现在我们如果要改的话是这样的，开头是我们想先比较循序渐进的，就不是一来就进入那个节奏的鼓点，就是你想会有一个大的鼓，但是它是用鼓点舞的那个动作去打鼓，咚咚，然后我这边咚咚功夫，就是两个古典舞和中国功夫的呼应，就是用这样开头去代替 X part， 然后 X part 在第二结束之后，我们之前想的是集体剑，就五个剑客，剑客没够剑，嗯，你这儿有没有短棍啊什么的？你们先聊着，我随便找。这是个啥？辛苦了，靖哥。大哥，你这样真的其实有点丢脸了，大哥。因为想找一样东西代替剑嘛，最后拿了一个棍子呢，还挺长。那哪是棍子啊？那是个拖把柄。要练的基本功可能就是左花右花，就是这个基本花，然后还是回反方向的。第二个，过背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哎，这个帅。可能有一些动作是，嘣吧，这是劈剑。如果不想太武术的话，就脚下面是舞蹈的，咚咚大，咚咚大，那可能在节奏上，如果在节奏上是不一样的。那我没问题，那个 OK 的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没问题。靖哥他会征求大家意见之后，会马上做出一个决定。队员有时候说一句话是，就是说我服从安排。那问题是你会安排我吗？你真的把我安排在了合适的位置，我心服口服，就是他能做到。Yes， 我觉得是上天想让我学一些东西，有可能我来这个节目最后我得到的东西是在这方面最宝贵的，就反而不是说走到多远啦，或者是拿到什么名次。谁去吃个饭？哦，我有一会儿吧。那个谁，敖犬，我跟你聊一下。好。你怎么样？学下来觉得有难度吗？跳舞应该还好了。我是想问你一下，现在你在我们现在这个部落，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或者什么？还好，我没有任何不舒服感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对，我今天上午，我说实话，我刚好又坐在你旁边，我听了是没有达到标准的。还有清风吹斜阳，我觉得犬哥，我刚才听到那个斜阳的时候，那个有点没在节奏上，就蓝天白云。还有清风吹斜阳，你刚才晚了，我刚刚晚了。一次人间也匆忙，我又听到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哪里？没事。我听到"匆忙"两个字，没有在拍子。对，我明白那个客观的原因的存在，但是我觉得跟你拍戏一样，就如果没演好的时候，你不说机器角度不好，或者说灯光没打好，或者是我戏份不够多，你就一句对白也可以感动人，所以很多客观因素你是改变不了的，对。但是你可以改变的是现在。这个词分给你了，最后唱成什么样，那是你可以自己控制。不光是这个节目了，包括你以后，我觉得会是你一个比较大的成长。你也不要胆怯或者害怕，好，稍微一说你就会更害怕。没事，我觉得你需要更放得开一些。我们选你，也是因为你有跳舞的能力。我们并没有说是啊，就感觉没人要我们才要。
我绝对没有说你到我们部落来，我会觉得啊，你是一个新的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也跟汉语小白都说过，我说现在过来就是一条船上的。我觉得很棒啊，我之前是没有这种，我之前也没有，我们就很随便啊。会的，靖哥，好，我会把这个做好。我来到这个团队，我有很大的安全感。第一次有队长会跟我这样单独，然后说你必须要怎么样，其实是一种压力，没错。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压力，让你知道说，哦，我必须为了这个团队好好的加强自己。兄弟们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努力，不要在最后一名。我自己必须的。我现在已经拿到，我觉得好像也很合理。我都说我没有拿第一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小愿望。我从 MMA 就开始放 flag 要拿第一。关键是你之前那两轮都是愿望都是最后一名吗？你的愿望也不是最后一名啊。对啊，不是。对啊。反正尽全力吧。就拿第一。在你心里面，你的铺路跟阵营差别？普罗跟阵营的差别就是在于队伍不好带啊，有汉语在嘛，就会比较闹腾。啊啊！靠汉语拔我腿毛！啊！吹会变出好多个高汉语的。要不就改这个吧，这个卡拍子啊，唱音准啊。睡着了吗？汉语睡着了。汉语睡着了。睡着了吗？他睡着了。很安详。这躺得太舒服了，哥。正经呢？对不起，爸爸。这一轮做队长很累，又当爹又当妈的。程轩走了，没妈了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个人，对你影响至深。它能带给你很重要时刻，可能是快乐、灿烂、热烈，也可能是烦恼、遗憾、心碎。它可能已下落不明，也可能是曾经某个时间的自己。若可以找到它，你会送它哪首歌？想对它说什么？等我找到你，这个你，它其实不是一个人物，你就是快乐本身。所以等我找到你和什么是快乐星球，特别重要的就是人真正找到自己内心的满足，抛开那些欲望带来的浮躁和痛苦，以及对这个大自然的关怀，找到的是一种责任。按照快乐星球的话，我觉得等我找到你，找到那个你是全新的你，就不往歌上面说话，我还是想找我爸，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好，或怎么样都可以发现以前好像并没有那么了解他。因为原来的 demo 我们听完了以后确实挺崩溃的，就是说在副歌那儿并没有一直都唱那个东西，因为你那个什么是这个喊麦这个东西，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我也对不起我的街头兄弟。其实你观众的共鸣感很重要，唱完一句什么是快乐星球，他本来第二句可以跟你一起说什么是快乐星球，哎，对，他就傻。因为当时选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我和汉语两个人投了票。那就一种方式，这一段你们两个人唱，一个唱确实有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是快乐星球，此次哎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是是是，哦，这是我们队的，从第一次选了就是我们队。那我们可能不能接受全部都是这个，但是它可以有，可以有。主要我们不把大家熟知的那个什么是快乐星球，我们不破这个节奏，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点，我觉得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点。那我没问题，那是 OK 的 ，OK。
我跟小白目前来讲是真心默契的音乐创作伙伴，我现在享受我跟他的音乐创作的快乐，甚至都多于我对这个舞台最后的结果的向往。Metallica 现场是效果最好，咔咔咔，这直接来，这样可以接上了，对吧？哇哇，什么是什么是他？戴了眼镜，戴了眼镜，咱俩唱和声。他妈是快乐星球，我戴了眼镜该说什么？是快乐星球。Yes， 整首歌就是 X， 对，就是我们的创的 X bar。伟伦哥听一遍嘛，好啊。哎，雷斯不多吗？对走。哎，雷斯不多，我是张杰儿，该不进你们听一下，我的葫芦是怪物负担。这天你的坏了不是孤芳自赏，也绝对不独享。坏的心思没负责任，告诉自己那些都是错。别忘了 wake up， 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坏的心就绝情，必须由我们自己来。耶，哦，内容很丰富。但我有一个担心，歌词层面有点杂，有点乱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至少我们要解决从立意或者传达上，或者是从表演上，我们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东西能捏到一块儿吧。不是，就是现在我觉得挺晚了，就是改的话。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，因为对于我们这个歌全原创，所以我们还真的是得把这个词曲方面斟酌一下。听到是有点晴天霹雳的，因为马上就要开始上台正式演了，就觉得啊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心情很差的，我心里面有一点慌乱。Oh my god。可不可以发表一下简介，就是批判性的这种东西太多了，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出现。这个时候应该更说的是33个人在一起多么的开心，因为有你们在。我对欧阳靖金哥都是33块兄弟，怎么就其实我看你们我会被燃爆的。这个强烈兄弟更好。那我觉得那个什么 wake up 或者是 hey bro 就直接说哥哥来了，哥哥可以吗？哥哥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或者说3个月过得很快。哎，对，别吝啬自己的爱。哥哥，3个月过得很快，别吝啬自己的爱，要快乐就现在。快乐心情其实就是哥哥们的舞台。耶！这个好，超好，有点感动，想哭了。这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。把我们都点起来，燃好团结，有爱的感觉。我们先击个掌吧，这是圆满完成创部分，一起哥哥的吧。我们小女生不要让他们听见。哎，对对对，到时候舞台里面，一二三，哥哥。等我找到你。那个人是。他算是在我进入这一行动作电影的我的师父袁和平导演，他真的是对我的影响非常大，他的大师的那种谦卑，那种平和是令我非常佩服的。有可能是一种就是知音相见恨晚，虽然我但是有道那种感觉啊，像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。等我找到你这个主题其实它是无限可能的，我找到你之后，我们是有好春光的，也是理想在披荆斩棘哥哥上的好春光。好春光跳舞的5个人都在我们组了。好春光，还有打鼓的那一部分，一开场就是亮点。还有最杀手锏的是5个人一起练剑，我觉得这个是只有我们组才能做。把那个剑的基本动作练一下吧。好。我大概做一下那个速度啊，音乐。Boom pa, boom pa, boom pa, boom. Oh! Oh!
歌，劲歌，去到劲，去到劲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好春光的杀手锏，他就是劲歌，劲歌太棒了，就是帅，完美。我发誓，我们真的这个练好了，这作品绝对能留下来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能的，能的，哥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练出来的。然后我们试一下抛剑啊，尽量干剑啊，预备，一二走，当当当当当，抛，啪。啊！笨死了，笨死了，靖哥，我很有可能这一下就会垮在台上，靖哥。我绝对挂在台上，这个剑太难了。我出舞台的时候都没抛剑，现在要五个人一起，对，是有点压力的啊。剑舞我知道是有难度的，解决办法就是多练呗。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，还练吧，练吧，十几天呢，练吧。那这一下挥手，整个秀最紧张的。是的，但是真的帅，真的。练吧，练吧，我练吧，死练。好，哥哥们到耍帅的时候了，这最帅的啊，这个手是比较放松的，几乎是虎口和食指，不用刺，一二点出去就行。反身，这个的时候肯定是这样会比较好看。靖哥就真的很对啊，很喜欢靖哥，靖哥会给我很大安全感。我觉得从剑上来讲的话，靖哥确实，我们就全是靠他的，根本就是。因为他是张晋，你开玩笑，你真的是，休息一下吧，兄弟们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在运动队的时候，房间里有老鼠，他跑到那个床底下去了，我坐在地上这样的。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对，然后就这样。我感到我用我的膀胱，不是余光，膀胱，就是用你的膀胱，用那个旁边的余光，然后我就这样的，啪，半个脑袋下来了。哦，哇，那一下我是为什么没有摄像机呢？他在我心里的地位又升高了。知道我们把这个剑练好了，我们五个人一起耍剑，那真的是，而且人剑合一啊。本场演唱会的赛制又继续的升级了，单人 solo 赛道，这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双人合作赛道，两个人，艺术家合作阵营赛道。我就是想尝试 rap， 我没说出来，绝对打。Yes， 他们 solo 怎么去？我可以玩各种兵器，绝对打。我觉得咏春嘛，文春阵听机。请问你拿的是几号？你不用管我拿的是几号，你是几号？你告诉我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要是你骗了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们兄弟大鱼比赛，三万天演唱会马上开始。这次是真的，是真的有魅力。他们要如何，我们奉陪到底。今天我们推理社要进行一场狼人杀。天亮了，我先跳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。昨天晚上验了六号，报的是狼。我是那个女巫，我是女巫。我是用解药救的六号，我是自救了自己。我现在知道该信谁了，这一把被无边了。昨天晚上有两个人死亡，骗得团团转。接下来进行辩论环节，首先睡不着你才能起不来。如果你认为起不来就已经很痛苦的话，那么睡不着那就痛苦的根源一定是最痛苦的。你为什么睡不着会觉得痛苦？你睡不着担心的是你明天起不来，比是起不来更痛苦。起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身边没有像这样的人，你马上一个鲤鱼打挺，你就马上起来了。本来没睡够，一直在听敖犬在，特别痛苦。天哪，他睡不着。我觉得废话是该说的，是不想废话能说啊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该说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已经到一个道理，说废话不该多说，还要说？因为呢，我本身就是一个废话很多的人。对，我想说，
披荆斩棘的哥哥比这个节目好录多了。哇哇哇哇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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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理他，走走走，别理他，装的装的，他是装的。